市长手很稳，所以也适合练空气手枪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举重啊。比完赛下来之后，到我本来不想看他，所以我就先把他收起来了。对，就是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去欣赏他，就连他收进去盒子里面都是别人帮我收的。所以我就是到回来之后隔离结束，想说我要拿出来跟奶奶一起分享看他的时候，我才很仔细的去观察他一下，他其实蛮美的。接下来其他的比赛可能会因为就是他都接续的蛮紧凑的，所以可能会去思考说有一些比赛会去做取舍，因为年底还有一场世锦赛。首先还是很谢谢市长市府邀请我们今天大家来这边，真的是在里面的时候就很闲话家常，然后就是问我们有在未来的规划啊这些。那当然我跟他讲说，其实运动员可能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啊，包括我们后续的比赛，对于可能选手结束他的运动生涯以后的规划的提供协助的一些，市长都有给具体的那种帮助跟方法。对，我个人是有，就是今年会去参加，在接下来九月份有卡达公开赛亚锦，然后十一月有世锦锦标赛。其实当时第一时间我是还不知道的，然后我也是透过有人传讯息给我，我才知道说，就是感谢我那一天就是有被日本的就是朋友们就是看到这样子。其实我还蛮开心，就是有就是透过这一次的奥运，然后有可以被不同的国家可以看的朋友看到，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。接下来的目标嘛，就是十月份的全运会。对，然后我一样会代表高雄市，就是出赛全运会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是明年的亚运，我也会全力以赴这样子。那个芒果现在可能快没有了啦，对，所以有吃过的或者是想要吃的，就明年再来。对，应该明年应该就是我自己包装给你们。对，谢谢，请大家多多捧场。